今日是正月初七，到潮汕地区素来有正月初七吃七样菜的习俗。好在前面龙外道制作者制作出营养美味的七样羹，初人不仅吃出了好心情，也寄托着生意顺风顺水、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。作者来个关注。今日是大早，到永城区开南街道东石村东吉花园来。记者看到伊的时候，已经早早去向市场采购了七种不同的蔬菜了。正月初七，我爱食只七样菜。哎，恁拢准备咩菜啊？大菜、笋，哎，就青菜、韭虾、梅岭，还有葱甲韭菜。只要菜准备的所有来做。七样菜清水白，东吉花就开始落去里落。落实的，即位七样羹就热气腾腾的出炉了。一般咧就是食大菜，鳄鱼发大菜，食贝莲有烟，食笋有钱穷，食青菜勤劳力薄，食葱聪明健康，食韭虾嫩嫩虾，食韭菜好食至青青鼓鼓。当吉花一家老少围坐落食下，品尝七样羹，大家一边品尝一边憧憬新一年的美好生活。今日我非常开心，嗱，一家人坐家顺团团圆圆来食七样菜，希望食这个七样菜呢，旺全家拢花花木木，大水身体健康，生意大赚顺，发财利无。年年都是爱食这七样菜，今日要算一点传统。遐食了平安顺嘛，生日一年也希望家己祝生拢爱顺利，哎呀，生日健康啊，零宝宝。